我覺得邊個崗位最適合我啊？我覺得適合可能是主持會最適合的，因為即係都係喺一個新聞行業出身啦，咁就可能講嘢記稿啊方面就比較可能有條理啲，同埋記性都唔錯嘅，我覺得自己。咁同埋大眾覺得我行出嚟會係一個好似主持嘅風格會鮮明啲咁樣咯。最想嘗試的即都是演員方面，因為是一些好像一個新的世界的，即可以在一些劇、一些戲裡面去演繹不同的生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的。難忘的經驗就有很多的，如果你說新聞那方面，即是新聞、主持那方面，就會有很多突發的事情要發生和要去處理的。我記得以前好像做比較多晨早的新聞，早上的時候個人的狀態就會容易可能會一早上起床有那些起床氣，會有多些不舒服的情況出現的。這些就是很靠同導演啊panel 入邊控制的人員去溝通，即大家互補位，即可能我那日把聲不舒服嘅，就可能我拍檔同我讀多啲啊。咁呢個就是新聞方面比較多突發的難忘的事啦。咁至於你話演戲演員方面都好難忘啊，係啊，因為自己未試過，譬如在鏡頭面前喊啊。咁原來要令到自己在鏡頭面前代入那個角色啊，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自己都會上網找很多因為始終沒有經歷過正式的一些訓練演技的班這樣啦，那都會找一些方法是怎樣可以令到自己去容易一些情緒喊出來啊，各樣東西咯。那都看過一些很有趣的，就是除了你代入個角色之外呢，就是有些方法就可能譬如你怎樣令到隻眼可以攰啲啊？然之後醖釀個情緒方面啊，都是很多很有趣的東西。所以你話嚟緊最想做的、最想挑戰的，可能都真係可能演員方面、演技方面，可能睇下啲有啲咩可以進修咁樣咯。未來的新動向其實都有很多東西想試嘅，即如果你話幕前咁樣，幕前就其實自己未拍過 YouTube 嘅，咁同埋加上自己好中意去旅行，係啦，我啱啱就去完泰國翻嚟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夾到啲朋友一齊做一啲旅遊嘅 vlog 啦，即始終大家可能見到平時見到我都係好 elegant 啊，喺個鏡頭面前嗰、那個好似隔咗一層好遠嘅距離咁樣，咁如果係私底下可以做多啲呢啲嘅 vlog 咧。即係可以俾大家睇多啲真實嘅自己係點樣啊，咁樣咯。我覺得有咩科技令到我覺得生活舒服咗，其實都好多哦。如果我揀嘅話，我會揀 QR code 咯。係啊，因為我平時出街帶好多嘢噶，即係你見我今日我都帶咗大袋出街嘅。咁會有外套啊，又可能有啲書啊，有相機啊咁樣。咁但 QR code 咧就令到可以有時唔帶銀包，同埋咧我有時比較大頭蝦，真係唔記得帶銀包。咁你如果支付嘅 QR code 咧，就你手機都任何時候可以做到呢樣嘢嘛，即係為我嘅袋可以減重，非常之好。我一定揀 B 啊，因為我好中意旅遊啊嘛。如果節目可以 sponsor 埋我周圍去旅遊，然之後講啲冷知識，非常之正。B 啊，呢個係我想佢同我做到啲咩啊嘛。咁如果係有一個分身咯，即係
咁因為有平時好多嘢要處理噶嘛，即係瞓覺嘅時間都好少噶嘛。咁如果多咗 AI 加時出嚟，就可以多啲時間瞓覺。我都是 B 喎，我會揀去澳洲睇袋鼠，因為我對於動物的抵抗力是零的，即係我去每個地方我都中意睇嗰度有動物嘅。咁袋鼠我未睇過，所以我呢個係我嘅 checklist 之一。最新一期 PCM 出咗啦 ，Cover Face 有我陳家善啊，大家快啲去買啦！